员候选人魏雪清，服务处成立茶会，茶会开始。感谢今天各中青大佬、地方士绅、各界的贤达，愿意在百忙之中坚持来参加今天魏雪清服务处的成立茶会。个人仅代表魏雪清服务团队，跟各位先前长辈，做12万分的感谢之意。同时呢，今天的我们竞选总部的总干事，杨市镇杨总干事，以及我们的执行长江李桂春执行长，代表我们候选人魏雪清，到吴志阳带队到吴志阳竞选总部的成立，代表我们候选人过去，所以他们今天也都没有在现场。那所有的程序，我们就用当选的声音，我们直接用当选的声音来邀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家，也是我们马上准备要连任的县议员，也是我们县议会的模范生，也是我们县议会的小辣椒，更是我们县议会之花魏雪清。我们用当选的声音来，魏雪清，魏雪清，等一下，这个声音只有60度啊。当我们的灯没有被震下来一两颗叫魏雪清如何当选来，声音要大，放开你们喉咙，把手举起来，我们用声援来支持魏雪清，在12月5号的时候，我们用坚决选票让魏雪清继续来连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